把它格式化一下，画面再借给我一下哦。他要的结果就是可以比照那个我们在试题里面要的结果，其实就长这样了，就大。所以呢，你可以这个前面都一样，就是这个大乐透开奖啊，然后换行就这个减，然后再开奖开出的顺序六个号码，在大小顺序的话就第七到第12号，然后呢再特别号把它抓过来放就 OK 了。那这个相对比较简单了，所以我们直接来看哦。所以呢，我们这个上面 OK 之后，把它注解掉。那我们再来就是什么？先 print 大乐透开奖，然后呢再减号，然后开奖顺序写在这里之后的话，接下来的话呢，我们就特别注意哦，这个后面我加了一个把换行有没有？因为如果你假设这个换行没有拿掉的话，print 本身会换行，那换行的话就会换到下面去了，那会变成说这边哦。假如说你换行会变成这样子，它就换到下一行，不对，那我们不能换到下一行，所以呢，把那个后面加一个参数，逗点 END 等于空，就是说呢，把它的换行把它取消掉，然后呢，输出的话从零到六的前一个，六的前一个的话就是五了，就是一到六号，第一号一到六号，所以呢，我们就取什么一到六号。不，1到6个号码，那总共编号是从零到五了哈，然后把它取出来之后，还要做什么事？因为刚刚看到44后面有个空白，所以后面串接的话呢，我们一样哈，把它串几个空白，3个就好了，因为它总共要4个空白。OK，然后一样呢，记得把后面的换行拿掉，因为如果你没有把后面的换行拿掉的话，那它就会怎么样？又变成 Enter 到底下去。再来的话呢，大小顺序呢，就是从第六到最后一个，OK 哈，所以从第等于是那个如果 index 索引是六到11嘛，那如果顺序的话应该是7到12，啊，把号码的话把它输出，然后把它 print 出来，最后的话呢再去 find，针对刚刚这个东西，这个里面再去 find 什么了？find 这个有没有特别号？那特别号部分的话就是 bool_read，OK 好，然后我们就把这个 bool_read 找到之后的话，那当然你可以用 find all 或者用 find 其实也可以，把这个里面其实 find 结果好像会是一样的啦，把它 find 到放在这个readable，然后呢，如果你假设是 find all 的话，你要就是加一个中括弧零，因为它一定是 find all 一定回来一定是个串列。但是如果你是 find 的话，那就自串；如果是自串的话，那就不需要。这个可能要特别注意一下哦。那我们来看一下这样的话执行，看一下结果是不是我们要的结果。看一下，执行，有没有一模一样？如果假设今天这边如果假设改成 find all，那这边可能就不需要这个了。这样的话执行应该也 OK。有没有？所以特别注意哦，这个地方哦，如果因为那个什么呢，特别号只会有一个啦，所以呢，你这个地方其实可以不需要用 find all，我觉得比较 OK，所以这个地方可以改如果改的话，中括弧零就可以拿掉了。所以这里我把它改一下哈，也许用，这个方法我在试题这边哈，这个把它拿掉，这边 find all 那这个。如果不是 find all，那就不会是个串不会是这个串列那就不需要第几个了。OK，好，那请各位试试看。那参考的答案的话，在云端白板上面的第21页的地方试试看这一题画面再还给各位一下那所以基本上呢，这一题又跟刚刚的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是，它的最外层其实不是 table。它是 div，所以网页里面现在慢慢以后找的话，大概会分成两种比较蛮常遇到，就是最外层它可能是 table，也有可能是 div。如果是 div，那你就用 div 抓，你就不能用 table，因为 table 一定抓不到。另外的话呢，也有可能就是说呢，它只有一个区块，叫那个 class 名称。那也有一种情况是，那个 class 名称有多个。如果有多个，那你就用 find all；如果单个，那你用 find。OK，所以这应该可以蛮好辨识的吧？所以这个可能还是要针对我们分析出来的结果，按照实际上那个网页上面的原始码，
那你要给对应的程式叙述，啊，如果叙述正确的话，那结果应该是没有问题哈。OK， 所以请各位试试看这个部分哈。好，那个第二类的部分呢，基本上大概这个部分讲完，那下一次上课哈，原则上呢，其实你们可以再看一下那个云端白板上面哈，0604的部分，这个也有蛮其他更多的这个0604，云端白板里面0604哈，也有跟抓那个网页资料哈，很多是这个其他的相关范例啦，包括就是抓什么，抓那个 TQC 的官网啊，然后另外的话抓那个网络的新闻啊，比如说你今天要做一些这个什么声量的调查 ，OK， 最近哪一个候选人声量比较高啊？那你当然不可能用 Ctrl+C、Ctrl+V 吧，你一定是什么？用爬虫去爬吧 ，OK， 那把所有东西都爬回来，再去做声量分析，对哈？那这个地方如果要下载 Yahoo 的标题就好了，焦点新闻的标题。或者是我要下载什么？下载的是其他的那个比如说 ET 的这新闻，或者是下载也是一样的哈。刚刚是下载那个中央银行的汇率，那台银汇率呢？或者是其他各银行的汇率呢？有没有办法把它下载下来？这个我想回去可能哈，请各位也许自己再找一些相关啊。当然你刚开始也不要找太复杂的了哈，不然太复杂的网页哦，就真的难度太高，可能会。反而会有挑战太高的这个问题发生 ，OK， 好，那请各位试着把刚刚那一题先完成